各位观众啊，早晨，而家讲早晨啦。啊，今日介绍咧就系苏家健师傅啊 Andrew。咁啊，师傅咧身兼咧好多职位，我惊我讲错咗。苏师傅啊，麻烦你对观众介绍下你嘅身份啦。哦 ，OK， 咁我本身自己系而家系香港拳击总会嘅秘书长啦。咁亦都系香港蛙高香港 Kickboxing 嘅主席。咁亦都系响泰国古泰拳嘅十五级嘅阿赞。咁其實因為阿湛即係咩嘢啊？阿湛即係師範。哦，師範。酷就係師傅。哦，所以阿湛就係師範，酷就係師傅。即係酷乜酷乜就係乜。師範同師傅中有個分別嘅。係師範係阿湛，阿湛再高啲係咪意思啊？師範係啦。哦。咁如果係低一級嗰啲叫酷就師傅啦。師傅。係啦，咁樣分開咯。咁由於我呢幾個運動我都有關聯啦，所以我就參加咗好多國際嘅賽事啦。咁我變咗我就係喺呢三個運動咧，譬如泰拳同埋 kickboxing 同埋 boxing， 我都係國際官員啦。所以我想香港暫時只得我一個是有三個運動的國際官員是得開的你的師傅啊多謝你郭師傅啊你從事這個這樣的活動這幾個圈子差不多都聽你這樣講都到三十幾四十年了有三十年了三十年了 我今年五十六歲哇我都差不多三年了二十幾歲開始不像喎、我覺得你扮六十歲了身形很 fit 真的希望是啦希望保持到啦咁師傅啊你咁長的歷史裏面我想問你最年輕的時間呢你是不是即刻就是接觸這些拳擊呢還是練其他功夫的我年青十零廿歲嗰時候，我本身都係打國術嘅，因為嗰個年代未有呢啲運動嘅，都係國術啦。我係打周家螳螂嘅。咁我都練咗好多年噶啦。咁有一次就遇到一個朋友啦，大家差唔多年紀嘅。咁啊，大家試下你嗰個年代好中意講手啦嚇。咁呢個節目都要講手王啦。咁就自己啊不自量力同人打，咁啊點知俾人 KO 咗。之後就知道原來個泰拳係相差好遠嘅。嗰啲泰拳高手。係啦。所以開始學習泰拳，係啦，開始習泰拳啦。咁學習泰拳，咁你跟住就亦都有練習 boxing、kickboxing， 參加唔同嘅形式嘅。我想問問師傅，其實呢幾個名稱咧，應該點樣去分咧？喺個技術面度分啦，定係個制度裏面分咧？應該喺個禮度嚟分啦。其實就喺個禮咧，因為每個運動啦，譬如我頭先個依家講翻啦因為我成日都係參加國際嘅比賽運動咧，咁好多時候我都會出邊開會嗰樣啦。其實我去慣咗，譬如我呢幾個月、呢三個月，我都兩三個禮拜香港嚟啫，我浸咗喺外邊啦。咁我就出去開會，咁接觸好多外國，尤其是歐洲嗰邊啦。佢哋其實外國嚟講，將武術呢個運動，我哋分咗兩大類。嗯哼，兩大類嚟㗎啦。點分法咧？嚇、okay, 咁講啦，譬如我哋一般香港人都認識嘅跆拳道、空手道或者我哋國術啊、柔道呢堆嘢啦，佢哋稱之為 martial art， 係武術。OK。咁至於啊 ，boxing 啊 ，kickboxing 啊，我哋啲國內嘅散打啦、泰拳啦，同埋 MMA 而家最潮流嗰啲啦嚇，佢哋稱呢樣嘢咧就稱之為 fighting art， 所以變咗武術同搏擊術兩個唔同嘅範疇嘢嚟嘅。咁我如果用個簡單嚟講咧，就係話，大家嘅武術同埋搏擊術唔同咧。譬如我用第二個方法嚟講，譬如我以游水嚟講啦嚇，游水奧運金牌一個一百米自由泳金牌，同一個一百米嘅蛙泳金牌，同一時間有一百米。邊個會贏呢應該有自由式的會快啲喎。自由式會快啲，定律嚟㗎啦。點解呢因為佢個 form 係去水啲啦，係咪先？咁即係啦，大家游水唔同個 form 就已經有唔同嘅效果啦。咁即係等於打拳啦，搏擊術同武術有分別啦。所以其實好多人就世界中咧，我呢個分別當中會唔會背後意義有個優劣咧？即係喺嗰個應用嘅效果度。大家追求嘅唔同啦，大家追求唔同啦。你武術嘅話，你可以係去。追求自我最高境界，但你搏擊術嚟講，你最高境界係有個對手俾唔俾你去攞啦。你要贏到個對手，你先可以攞最高境界。但係你武術嘅話咧，自己修練去到最高境界。所以大家路線唔同，可以咁講。咁師傅啊，咁我想針對翻咧，即係boxing 呢度。咁其實而家香港咧，主要都係個業餘拳擊為主，係咪咧？可以咁講啦，即係轉到職業嘅咧，其實就少，因為香港少呢類咁嘅獎金賽事係嘛，養唔到職業拳手。咁但係職業拳手都要由業餘開始嘅。咁我想問咧，就香港業餘拳擊嗰個發展咧，其實係點樣開始咧？點樣開始嘅業餘拳擊？其實我哋香港幾好彩啦，因為呢個 boxing 響香港嚟講屬於一個元老級嘅運動嚟啦，好多年前香港已經有噶啦，而且同埋我哋而家係得到咗康文署嘅資助啦。咁變咗我哋好容易推啦，又推埋學校啦。咁至於你話職業嗰方面，因為佢係一個揾錢嘅
運動啦，商業應該商業嘅運動啦。咁變咗就係、是、你要做商業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間公司或者一個 promoter 幫你咯。嗯、但係你業餘嘅話，就一般小市民都可以參與玩咯。咁、嗯、變咗就方便好多咯。嗯嗯嗯嗯。咁、嗯、師傅，咁會唔會去到嗰個訓練嘅模式都唔同咧？一定會有不同的啦，因為你職業的話咧，你就係、是、你靠嗰樣嘢嚟係做生活的，咁變咗你就會全職去訓練啦。你業餘的咧喺公餘時間先去訓練咯，變咗就個訓練時間啊，同埋嗰個程度都有分別啦。咦，咁師傅啊，咁我今日想問啦，咁一個職業拳擊手同埋一個點講啊業餘拳擊手咧，咁喺訓練嘅初頭咧，其實應該個技術面都係一樣，係咪咧？如果在基本功嚟講係相差無幾嘅，相差無幾基本功嚟講，因為大家都要做好個基本功，你先可以再加上去。因為你業餘係應該計嗰個制度同埋嗰個規例裏邊嘅分別啦，所以變咗就要訓練嗰個運動員訓練嘅時間就點樣去訓練啦，針對性訓練啦，針對性效果。咁變咗就係業餘嘅業餘嘅例，職業職業嘅例。咁喺個訓練過程裏面，除咗基本功之後咧，個訓練方法就有分別啦。好啊，師傅，咁下一節咧，我就針對住呢一點咧，喺嗰個業餘例同埋職業例，同埋啱啱初頭嗰、那個訓練咧，相差無幾，係乜嘢訓練咧？咁我下一 part 我嚟問一問。好好，唔該你。Okay. 師傅，今日真係要睇下，要介紹一下咧。而家現代拳擊咧，嗰啲護具啦，同埋一啲常識啦。咁個護具點為之合格咧？請你介紹下先。拳套咧，而家以前啲拳套咧都係用穿繩噶啦嚇。咁而家已經冇用呢種噶啦，依家全部用曬啲係用魔術鐵扎住啦。咁但係依家呢啲綁繩好多時都仲有啲職業嘅博繩都仲用緊嘅。OK。哦，職業用得多。係啦。咁而家業餘咧，要參加方面魔術鐵之外，穿戴呢方面啦，同埋你。穿好咗之後咧，如果世界比賽嗰啲咧，佢仲會纏之後咧，會纏膠紙纏之後咧，蓋章簽名嘅。等佢同埋啲樹唔會有個位介熟介到人哋啦。師傅，我見嗰啲拳擊咧打完之後啦，即係業餘啫，嗰啲即係點講啊？嗰啲職業嗰啲啊，直情係戒鬼爛佢喎，即係咁嘥嘅。業餘係咪都係咁嘥？佢應該唔係戒爛佢，佢剪咗個擦手帶佢，咪剪咗嗰條膠紙。膠紙。如果佢嗰條繩綁唔到，可能剪埋條繩嘅啫。哦。咁咪仲要除出嚟啫。係啦。咁如果我哋業餘咧就唔簡單，好簡單啫。嗰個膠紙樹剪一剪就成塊搣出嚟噶啦，因為佢魔術貼啊嘛，就方便好多噶啦。師傅，咁而家呢個係幾重啊？呢個？呢個十盎司嚟嘅，呢個就可以即係呢個係我哋六啊九公斤以下嘅。以下啦，係啦。咁我哋而家香港就係、是，如果我哋比賽，我哋都會用呢種嘅，因為如果你打世界級或者過去嗰啲國際性比賽咧，咁就呢個拳套就未得嘅，因為我哋一定要買一個咧。是佢阿姨牌認可的於是會有 logo 度嚟嘅，嗰、那個我冇帶你啦、嗯嗯，因為嗰啲拳套就好貴嘅，而家講緊我諗都要千幾蚊一對噶啦，同啲價錢差唔多一倍價錢以上。嗰個係國際拳賽時間你先至要用啦，國際認可嘅標準。如果你嚟試奧運啊嗰啲咧，一定要有個 logo 度先俾用嘅，同埋嗰啲拳套咧，變咗係要全世界得幾間公司去做嘅啫，嗰間公司就唔方便啦。所以咁貴。係啦，因為呢面就因為佢哋要攞要同阿姨牌攞拉伸啊嘛，佢拉伸係錢嚟嘅。師傅，咁而家呢一個係俾職業用啊，定係業餘用㗎？我見業餘好似以前有啲嘢搭喺度喎，係嘛？係啦，呢個係業餘嚟㗎啦，都業餘嚟嘅。但係依家呢個係現代啦，因為之前咧呢個拳套出前呢個有個白色點喺度嚟嘅，點白色點咧就係佢用白色點打到人先至有分。因為 boxing 係唔可以用呢啲打啦，唔好 open cup 啦，唔可以用 hammer punch 打嘅，一定要拳風打人先提升嘅。即係我明我呢啲呢個咁舊式嘅呢一種咁係嘛？係啦，冇錯啦，類似咁樣啦。哦，咁變咗而家，因為而家所有嗰啲運動員嗰個水準高咗啦，同埋啲教練已經有曬水平啦，會話俾運動員聽用邊度打噶啦。同埋而家呢個例咧喺場上高，如果你用呢位自己打咧，佢會扣你分或者警告你嘅，所以變咗啲運動員都唔會再亂嚟噶啦。所以變咗就方便咗好多啦。咁師傅，除咗個拳套之外，同埋擦手帶之外咧，一個運動員咧係就咁著條褲赤個上身著對鞋，定係嗰啲都有一個要求啊？哦，有要求噶。嗱，我哋講翻咧業餘同職業分別啦。因為業餘咧要著住成套制服嘅，咁職業就著條褲，可以上身係赤裸啦嚇。咁我哋講翻業餘先啦。咁業餘就話我哋有條褲啦，有件背心啦，同埋。擦手帶、拳套啦、牙膠啦，同埋一對 boxing boots 啦。咁好啦，由於嗰度制服嘅問題咧，其實以前都產生過就話嗰度制服影響咗個得分嘅。點樣呢？因為以前咧著件背心啦，因為由於佢比賽個規矩就係話打中耳仔之前可以打得係攞分嘅，係啦。同埋褲頭以上個 body 啦、身體啦，正面嗰個係正面啦。叫三骨位之前啦，三骨位之後就唔打得嘅。手臂可以打得，但係冇分，所以變咗就得呢個位置打到嘅啫。呢度有分。係啦，咁變咗以前咧有呢個規例嘅問題咧，啲運動員好矛啦，將條褲一抽到上心口，
咁就好少位俾人打啦。即係長啲，係啦，長啲褲落大長筋咁樣啦，係啦。所以而家你限制咗就話，嗰幾間公司指定俾你做咧，條褲係到肚臍位嘅啫，個褲腳只要去到膝頭哥位以上。就冇得再喐噶啦，所以變咗而家就更加公平啲啦。哦，即係劃一咗嗰個式樣。劃一咗，即係以前啲人唔係，你中意即係闊啲、窄啲都得嘅。做自己啲係啦。哦。所以而家就唔俾佢咁做啦，咁變咗就全世界個個都一樣咧，咁就冇得買。同埋指定嗰間公司做嘅，咁就變咗一定係。啊，著半身啊，著衫嘅原因咧，係咪因為即係有冇特殊嘅要求？點解佢哋要著件衫，而職業就連衫都唔著咧？因為佢業餘個本身自己嘅規例嚟嘅啦，同埋一定著背心咯。嗯。同埋而家個背心以前咧。個背心咧鬆咧，後面可以個膠紙咁纏住佢嘅，而家已經唔俾咁做啦，一定係件背心啱身嘅。哦，所以全部都好限制咗噶啦，變咗更加企理啦。咁亦都方便啲供應商幫襯多啲啦。OK， 咁你有冇做批發啊？你我都想做，攞唔到拉伸，攞到拉伸啊！拉伸好貴噶，我哋國內個梗係新都攞咗嘅，所以唔差嘅。哦，國內九十三嗰個質素 OK 喎，真係。質素 OK， 入到呢、這個。佢個質素係比奧運嘅質素就肯定 OK 嘅，其他嗰啲我就唔清楚啦。哦 ，OK， 嗯，識講嘢，師傅。喂，師傅，跟住即係請你，雖然話簡單啫，我都想你即係示範一啲標準嘅動作，即係話點為之一個合格嘅動作啊？通常會點用啊？好，講乜嘢，師傅？哦，嗱，咁講翻先啦。係，其實冇乜合唔合格嘅、哦，只要你動作唔犯規，係打中目標攞到分。嗰種就係有效嘅、嗯，因為你打嘅動作可能好多人打啲有技術性嘅技術啦、啊、所以變咗就係你總之你個拳套個拳風位置打中得分位置，咁就叫做有效。但師傅，我聽聞啫，不打我嘅時間即係而家拳擊到咧，係唔俾好似中國功夫咁嗰啲擋格啊，或者唔俾有啲咁樣嘅捉，係咪有啲咁樣嘅規矩？嗱，擋格係可以嘅，但係你大動作擋格咧，你就變咗好多空位俾人打啦，你自己揾自己笨嘅。哦。但係你至於擒拿方面，你戴拳套，你手指根本擒拿唔到嘅。嗯。同埋你拳擊係基本上唔俾埋身攬嘅，你埋身攬，你冇動作，那個拳型就會分開你噶啦。但我見好多喎、啊。係啦。打兩打係咪真係唔夠氣咁樣纏住對方，這個、壓住對方？其中一個可能性啦。同埋有咧有啲，其實呢個咪技術嚟嘅先應該係。技術嚟㗎，譬如有啲人好精嘅就好多國家都興嘅，佢打咗你幾錘之後咧，一打完你。攞住完分啦，即係埋攬住你，但係攞唔到分啦。好啦，你唞氣，睇完睇翻出嚟，又再打過你。即係佢只要等佢攞到分，佢就唔俾你攞。即係永遠都唔俾你有個反節奏。佢完咗之後，之後就制止咗你、嗯。但係如果個拳證一般個拳證國際拳證好醒目㗎啦，佢知道你呢個係哪吒招嚟咧，佢會 stop 你。你再攬咧就警告你，嗯、再係咧扣分。哦 ，OK， 可以。係啦，所以而家唔會夠膽亂嚟。所以而家個現代個拳擊咧，尤其是為咗佢將來可能轉型做職業咧，個個都會搏㗎啦。好啦，師傅啊，有冇啲啊？因為我就同啲外國人講過咧，佢話咧嚇，個英國嗰啲拳手咧嚇、出嗰啲拳咧，嗰啲動作係有啲唔同嘅。咁其實係咪中間都仲即係話可能一個直拳或者一個勾拳啊？其實都有啲講究啊。咁有冇標準呢度咧？有師傅你示範。其實就冇乜標準嘅。總之打到人唔犯規，嗰、那個動作就成功㗎啦。係。所以其實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自體度一條程式打啦，都係戰略問題啦。咁總之你覺得攞分同埋你每個國家嘅人種唔同啦，咁你就翻自己身形去打咩錘。咁譬如我哋亞洲人嚟講咧，譬如即係直拳啦、勾拳啦，或者呢個咩上擊拳啦，有冇啲角度或者有啲嘅點噶啊著數啲或者係合我哋身形嘅出手嘅方法咧，係好啲咧？介紹下。咁要睇下你嘅，咁睇下你嘅對手啦。譬如你西。高矮肥瘦不同了啦，咁你睇我出個拳點樣出啦？譬如你高嘅，你點樣擺？如果你矮嘅地方嘅，你手當然擺高啲早保護啦、如果你矮過你嘅，咁你就拉多啲距離打，冇俾埋身啦。咁、大家增加個攞分機會啫，其實真係係純粹喺個戰略部署嗰度嚟。戰略即主要都係點樣去盡快再攞翻分。冇錯，即其實鬥搶分嘅啫。鬥搶分，你想贏就要攞分。係啦，好簡單。好積極。咁呢個可能係你嘅心態喎，會唔會有啲教練又唔係咁諗咧？大家諗法唔同啦，有啲佢諗住都係輸噶啦，總之佢唔好俾人 lock 就算數啦。咁、都有呢種心態諗嘅，因為佢自己知道拳手唔係好強嘅就。就算我哋以前香港出去出面打，我哋都諗住，即係初初以前個水準未追得到人哋嗰時，香港雖然係輸，但係都係希望冇俾人 lock 就算數啦。咁樣諗法啦，唔奇嘅。咁又想問下啲啊，發拳嘅時間咧，咁其實個拳擊打出去。咁嗰個下肢咧係點支撐呢？我見即係搬到話即係打上去拱向前，定其實又係冇所謂嘅咧。嗱，呢個發力問題咧，呢個係個力量問題啦。即係點樣去發力去做嗰個技巧？出拳嘅問題。
其實而家都有幾種做法嘅，因為譬如打個脊椎，一個脊椎，其實都改咗好多嘅。講真，以前咧個脊椎擺喺街度嚟咧，個人咧擺喺街度嚟，個人喺個人嘅重心喺兩隻腳中間，佢出個脊椎咧係咁出嘅。哦，轉呢個好多時咁出法，應該見過嘅，係啦。聽過。咁樣就打法啦。但係而家嘅打法咧，就個重心已經移前咗喺前面隻腳，就咁樣出錘啦。OK。分別邊度嚟咧？好啦，呢個出錘，嗯，個 V 錘喺度嚟。嗯我唔喐，睇翻咗嚟，但我呢個出錘，哇，長咗，長咗幾寸喎，真係。係啦，咁變咗我嘅得分機會就多咗啦。嗯，好啦，同埋如果呢個位人哋再打嚟，我嘅 lean back， 嗯，咁樣已經係 half extension， 我多咗位，我上翻嚟冇力。如果我呢個位去打嚟，我真係咁樣，我已經冇咗成一尺位，我已經多咗地方去閃避走咗啦。所以而家好多人即係仲係打呢個 form 啦，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想推出國際咧，就改呢個 form 咧，就增加一個攞分機會咯。咁呢個姿勢咧，係一個定位啊，定係一個進馬，即係會成個身移向前之後嘅 ending 嚟呢個本身有格嚟嘅，係咁樣，即係我呢個係進取型嘅打法，已經係中向前啦。啊，進取型，因為我重心喺前面咧，咁我容易攞分啊嘛。咁我同埋我要走嘅話，我退就快好多啦。因為如果你喺呢度嚟嘅話咧，我想移前嘅話咧，我要將只後腳掗喺前面，我先再 move。咁你每一個動作，你刪咗零點一秒嘅話，咁你做十個動作之後，你就刪咗一秒。咁咪慢咗好多咯。咁一個回合裏面三分鐘，你就輸咗好多時間俾你啦。同埋大家同一時間一齊搏錘嘅話，我呢位搏錘，佢喺呢個位搏錘，佢打中我，我打唔中佢，咁就輸咗啦。我見有啲，我諗係職業拳手啦，或者職業拳手啦。好多時都唔做呢啲 form 嘅喎，即係咁樣就咁滴下隻手咧，即係就咁嚟。哦，係啊，點解咁隨意咧？係咪另一種境界嚟嘅啫？唔係嘅，其實佢個拳擊都譬如呢啲 full cover 包住啦，呢啲保護型嘅打法啦，嚇，有啲 half cover 呢啲啦，咁樣變咗做，咁因為即係咩？可以做啲動作，譬如埋身施軟時咧，用個 shoulder roll 用個膊頭撞人哋，可以嘅。但係你唔犯規嘅，犯規職業裏邊就冇人理嘅。哦，職業裏邊基本上唔係啊，即係一埋咗佢施軟時咧，個 shoulder 或者人哋打住嗰時咧，個 shoulder roll 個膊頭躺噶嘛。所以變咗就係咧，係啊 ，mirror 咪咯，即係中意嗰啲用呢個噶嘛。但係業餘係唔俾用個 shoulder 撞到人噶嘛，你攬埋就唔得噶。擋得啊嘛，即係擋都得嘅。但係其實因為職業咧，最少都打四個六個彎或者十二個彎，打長度即係如果你高價錢打啲就打成十二個彎啦，十二個彎嘅話，如果你手成日高舉嘅，你好嘥體能啦。所以變咗係隨手打咯，同埋職業咧打咧，佢係重質唔重量。譬如你呢個回合你打咗我好多錘，我中咗你，但係我一錘打翻跌低啫，過關就我贏噶啦。即係唔使計點數啦。但如果調翻轉，如果你業餘，我哋係數住個 point 啊嘛，就變咗唔同打法咯。即係大家個追求唔同啦，所以變咗就但係業餘嚟講，我哋只係打三回合三分鐘，所以過都。不停出場攞翻啦，所以就扯住你。如果你手垂低，你就蝕底咯。同埋師傅，咁你腳數好高咯。即係又咁講，即係呢個等你去引證啦。我師傅嗰陣時啊，即係我練拳嘅時候，因為我師傅都中意西拳嘅。佢話即係早年嗰個西拳咧，即係講緊係五十年代嘅西拳咧，就係側身嘅，即係側身攤隻手去打嘅。咁你話慢慢去到係七十年代阿 Ali 嘅時候咧，就已經開始係正身啦。咁啊，到 Mike Tyson 嗰啲咧，即係直情係進馬入嚟同你打，係咪有咁嘅改變咧？改變點解有咁嘅改變咧？完全咁樣，因為以前側身咧咁樣裝裝，就想搏一錘後手打到佢，就淨係呢隻手咧就撩人撩人嘅啫嘛，就只得隻後手打人。但係其實咁打人咧，變咗就嗰陣時可能諗住隻後手重錘，嘣一錘就打啲人啊嘛，嗰個效果就係咁諗啊。但係調翻轉，而家你有兩個手，點解唔兩個手一齊打人咧？所以就正身啦。係啦，同埋你嘅想法就係、是、以前咧咁側身嘅話咧，好嚟出錘打人嗰時咧，你側身得咁少位俾人攻擊，是都係一出錘嗰時就變咗正身，你變咗咁大面積俾人打。但係如果講個正身同人打咧，我出錘就變側身啦，我變咗少咗位俾人打啦。哦，個計算率。O K， 原來有啲咁嘅事。師傅上一 part 咧講咧，就其實你話職業同埋業餘咧，其實開頭訓練相差無幾啦，主要就係參與個例唔同咧，而有針對嗰個訓練。喂，我印象裏邊覺得拳擊，即係我就唔識啦嚇，冇正式學過，但係都係比較簡單幾個動作咧。其實你個人比較暴戾啲啊，肯去掠啲啊，都好似可以去打得嘅。咁但係聽你咁講，好似有唔同喎，係咪咧？啱嘅，因為你比賽拳擊其實得三種錘：直拳、勾拳同埋上擊拳。但係個三個錘可以變幻無窮啦嚇，咁如果你係暴戾打嘅，你唔識得打嘅話，佢同一個識打嘅話咧，佢落點到點到去打你咧，佢大家打十錘，你只係一錘打中對方，但係對方可以打中你九錘，咁已經分別嚟㗎啦。
咁至於訓練方法就係、是、因為你 boxing 嚟講，基本功要做得好好先啦，本身係咪先？咁尤其是你業餘咧，業餘嘅訓練就係、是、最基本就 train 咗以前嘅，講翻以前嘅個 boxing 啦，好多年廿年前啦嘛，嗰啲運動員咧只要識得點樣打，夠硬正，即係打個三拳，係啦，夠硬正上上攻捱得拳，最緊識得捱拳，捱得拳上去打，捱到最撈尾嗰個就贏噶啦。但係而家現代打法，因為個例分別咧改變咗好多嘢啦。哇，都好殘暴啊！捱得拳即係都。腫腫曬睇醫生噶咯，真係。你睇翻以前六十年代阿力嗱七拳王奇利係俾人打到頭暈暈，所以而家咪有啲帕金遜問題產生啦，係咪先？咁而家現代拳法打法咧係打智慧型嘅打法啦，智慧型打法變咗就要有戰略、有策略咁嘅打法啦。所以而家各方面就已經喺呢度算，咁咪睇嗰個教練點樣去 train 個運動員，同埋俾個咩戰略佢去 train 啦。咁師傅啊，因為講舊舊啲先啦。咁我曾經聽啲前輩講咧，佢話即係喺再耐啲啦，可能係。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啊、六十年代啊，就拳擊係有一個風格嘅喎，咩嘢法國式啊，咩戰馬式啊，咁嗰啲嘅形式係乜嘢嚟嘅咧？哦，其實嗰啲即係有冇啲咁嘅事咧？應該咁講就話，都會有呢啲情形出現嘅，因為嗰時打嘅都係大部分咧歐洲人打啦，嗰邊嗰啲外國人打啦，香港就唔多嘅，即係喺亞洲唔會太多啦。咁嗰時嘅打法咧就係話，譬如佢打開俄式嗰啲咧，隻手就擺到好長咁頂住人打嘅。或者嗰啲法國式嘅，中意係啦，蘇聯式嗰啲啦嚇，所以其實佢係嗰個教練或者佢嗰個國家教練教開嗰套戰略嚟嘅，佢一套戰略就用係啦，個戰略式打法就變咗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家嘅唔同嘅方法嘅戰略打法咯。譬如你都睇翻你嘅人種問題啦，譬如你俄羅斯人手長腳長，佢拉佢哋同佢打撞後手打你，佢有著數。好啦，如果你矮細啲嘅，你黐埋身打就有著數，等於泰神。啊！泰神打佢唔可以，佢咁矮，佢唔可以打嚟身上，定黐埋打你啦。所以就係每個國家每個國家，佢有唔同嘅訓練方法，就係話佢國家俾咩系統去對運動打咩，就變成咗佢嗰個形象係咁樣啦。咁但係演變到而家陣咧，基本上就冇刻意咁分㗎啦，你淨係針對個人啦，唔係針對國家嗰個特性啦，係咪咧？而家就唔係針對國家特性啦，而家係針對翻嗰套例去打啦。你點樣攞分啦？因為要贏就係知道套例點樣用，你點樣攞分，點樣唔好俾人扣分。咁但係幾十年前嘅例同而家嘅例唔係一樣嘅咩？哦，改咗好多啦啲例。嗱，好似以前嚟講，個擂台得三條繩嘅，而家擂台變咗四條繩嘅。好啦，以前嘅打法，所以拳套大大嚿嘅，而家頭髮啲拳套已經細咗好多啦。跟住再轉咗個拳套咧，有個白色點喺度嚟嘅。白色點嘅意思就係要用白色點打到人先叫做攞分嘅。好啦，到而家今時今日咧。知道啲拳手過都知道用白色點，即係用拳風打人，唔可以用手背啊，用呢位打人唔得嘅。咁而家個白色點都除埋啦。哦，直情唔需要啦。而家冇咗白色點啦、啊。即係你知得㗎啦。係啦，而家你知啦、哦。總之你用呢位拍，用其他位打人咧， okay, 已經係犯規㗎啦， okay, 會俾人扣分嘅。咁好啦，跟住由最明顯改啦。譬如以前打初打嘅拳擊係冇戴頭盔打嘅。跟、住為咗安全呢件。業餘都唔戴。業餘全部唔戴，好多年前六十年嗰啲。跟住去到入咗奧運之後咧、就戴翻頭盔啦。戴頭盔打就限制多咗好多規例啦。好啦，但係到而家咧，啱啱去完嗰屆巴西奧運咧，又轉翻冇頭盔打啦喎！而家嘅業餘拳擊冇頭盔打啦。點解咧？因為佢可以方便啲運動員增加個觀賞性啦，同埋個運動員將來轉型去做職業嗰時方便好多啦。因為適應咗個唔戴頭盔嘛。點解佢哋好多人想轉職業咧？因為職業 boxing 而家喺世界上冇任何一個運動一場比賽得嘅獎金比 boxing 更多。哦，如果大家有留意嘅，啱先打嗰場世紀之戰 ，Mayweather 對呢個 Conor McGregor 係贏嗰個有2億美金，輸過都有1.34億美金。哇！咁就算足球啊，碧咸佢一年嘅年薪係1000幾萬磅，佢只係一場比賽已經係幾世唔使做。所以 boxing 嗰個 professional 好多人即係嗰個職唔係即係呢個商業嘅趨向咧，好多競技拳手都想轉過去啦，因為佢個。出路可以好大好大咯！哇，咁即係似乎而家即係呢個係運動嘅例啊，奧運嘅例啊，都想啲非職業拳手慢慢轉型過去係嘛？係啦，冇錯啦。好，師傅咁啊，下一 part 咧就由呢度再問深啲啦，真正嘅分別係邊樹？職業同非職業 ？OK， 師傅咁啊，上一 part 嘅尾段啊，講到原來而家嗰個世界好多賽事啦，就算係非職業性都好。咁佢哋喺個例嘅改變咧，都開始想適應咧，啲運動員有機會咧係容易轉去職業，因為職業嗰個收入好大，即有啲咁嘅趨向。咁但係其實我哋再想問咧，咁呢啲咁嘅改例咧，
其實總的嚟講係要令到嗰個拳手啊係多啲約束啊，定係令到個拳手有其他嘅，即係技術就固定咗，但係你要跟個例打啊嘛。我想問呢種改變究竟係想令個拳手做咩事嘅啫？其實例咧每一次改咧就只會更加寬鬆多少少，增加嗰個觀賞性，增加個刺激度，亦都可以提升咗個技術。因為你個例每次改，譬如以前計分曾經係用手寫計分啦，跟住之後改過就撳撳掣計分啦，每打一錘就咁下，每出打一錘咁下嘅。咁咧如果超過十五分以上咧，佢就高強完全就終止比賽啦。好啦，撳完分之後，而家又轉翻做就咁眼睇視覺睇計分，先判邊個贏輸嘅。咁其實每一次個例係幫助到啲運動員提升啦。譬如如果淨係撳分打分嘅一錘一錘計嘅，嗰陣時啲運動員咧埋打你幾錘就走咗開去，唔同你埋身打啦，因為攞分走啦嘛。但係而家唔係啦，而家要前身打啦，而家好多就逼翻你埋身，大家打 power 打力量，即係要有力量出嚟啦。係啦，咁同埋而家你冇埋頭盔打之後咧，就增加咗你個運動員可以更加表現你自己咧。個實力有幾多咧？咁增加咗你將來贏咗金牌嘅話咧，睇下冇啲經理人睇中你，就可以拉攏你去做呢個職業運動員。但係始終佢係非職業啦，即係唔係全職嘅鍛鍊咧？呢啲咁強嘅撞擊或者個對手點講咧？喺一個氣氛緊張嘅情況下，真係完全留唔到力咧，會唔會好大嘅傷害咧？其實咁講啦，拳擊呢個運動咧，如果你喺世界嗰、那個sport injury 嗰個創傷裏面咧，佢每年少過一個人死嘅。我比跑步啊，比其他運動游泳，香港都死幾個啦。跑步都大家歷史咁講過啦。佢少，因為你一個運動員，你可以上得擂台打，你首先你自己個自信心要好強。因為運動打拳擊就話，除咗血汗與淚之外咧，仲要加埋痛。你唔打人，人都會打你嘅。出邊就話咧，你上去打之前，你起碼識得點樣去打人，要識得點樣去唔俾人打到自己。出邊因為你個。個保護性喺曬你自己度身上嚟，同個教練會 train 你嘅點樣啦，所以變咗上去打嗰啲咧，個實力已經足夠保護自己先上去打嘅。所以其實基本上拳擊受傷到而家嚟講，都係皮外傷啊，傷隻眼啊，皮外傷啊，鼻啊各樣嘅啫嘛。你係筋骨傷，真係少之又少嘅，受傷率好低好低其實。咁樣。咁因為我個你印象咧，譬如計香港計啦，因為香港就係曾幾何時係想係大力去推廣咧呢啲嘅競技。咁但係就喺七十年代、喺八十年代，不幸地咧係曾經試過傷亡啊，咁啊令到嗰個發展咧係中止落嚟。咁跟住又再蓬勃翻之後咧，就有好多嘅護具要戴啦。咁個精神就話呢個係一個競技啦。咁競技嘅精神，大家都運動員啦，唔係要生死相搏，要保護嗰個運動員嘅。俾我嘅印象有啲例咧，其實就係要保護雙方嘅。咁但係聽你講就反為而家一路改緊嘅例咧，係施翻出嚟，令到啲拳手咧係盡力去發揮佢哋嗰個拳擊嘅特性啊、技巧、力量啊。咁係咪其實同政府嘅要求相撞咧？咁講啦，政府嘅要求咧，佢政府當然唔會有事發生啦。但係調翻轉，佢拳擊一直以嚟冇中止過噶嘛？你全世界嚟講，咁嘅技術不如咁提升咗噶啦，提升咗到而家嚟講，邊啲運動員佢更加知道點樣去打，點樣去少受傷，同埋知道呢個係一個運動，變咗同政府嗰個吻合咧係開始慢慢接近到嘅。雖然佢護具多咗，但係根本嗰個打法係進步咗，技術個同埋戰略都改變咗。相錯，其實嗰度相差咗，點樣講咧？政府。佢要求係跟翻國際嚟去要求啦，咁只要你每一個地區去跟翻嗰個國際嚟去做翻出嚟嘅嘢，咁根本上受傷同埋嗰個你都適應到政府嘅要求，咁變咗大家雙方對等到咯，要係。咦？咁師傅咩暗示咗話，可能香港做緊嘅拳擊例，你去到泰國打拳賽時個拳擊例咧，有機會有啲唔同咧？因為佢跟翻當地嗰個要求。如果佢話搞國際性賽事咧？佢哋只有跟翻國際例嘅啫，除非你 national 你自己搞咧，就可以你可輕微嘅改變。如果你國際例逢親你唔同地區打咧，你一定跟翻國際嗰套例啦。即係等於你去到特別，你唔會講你國家語言，唔會講國家語言，係講個國際語言噶啦。係，明白。咁師傅啊，咁喺一個訓練當中咧，其實俾學員訓練咧，係即係要訓練佢先學保護啊，定係先學乜嘢先咧？基本上是全套的了，因為你不會犯一樣的了，因為如果我訓練個運動出嚟，我要去將來參加比賽的話，其實訓練個好點樣講咧？好似阿師傅你問啊，係保護性先啦，定係攻擊性先咧？如果作為我自己個人意見咧，就話我一定會訓練咗個拳手去攻擊性先嘅。哦，點解咧？
這個就是思維問題了。如果那個運動員你一教他保護性先，你一上同人打，你這件事想到保護先去打人呢，你就拿不到分、嗯嗯、但如果你想到打先呢，我用攻擊去做防守，我就先拿分，後備拿分、哦、其實在鍛鍊時的先後而已，就並不是只是主力你一味去打，即其實先後你先學了一些攻擊的技巧，攻擊技巧然後再學他的保護，因為其實是訓練他的思維先，等他的思維知道了我上擂台我就先去拿分先，不是一上擂台首先不要被人打到先、嗯嗯、自己安全先，那你永遠都是在輸的層面裡面、嗯、但你想著一上台想著去拿分先的，我要攻擊先的、嗯嗯、你就在贏面的層面裡面 進化了、啊、所以在練習的時間可能初頭一定要有一些 senior 是大的，因為他只懂得進攻真的不懂保護的時候，可能對方是如果是、怎麼說啊，比他的經驗好的話可能是予以重擊的、啊、所以在訓練過程裡面要戴好護具咯。Right. 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OK， 好，師傅，那下一 part 我就再追問了，那即是基本的技術呢是什麼呢？不想錯過我們精彩的節目，快點上來這個網址付費之後呢可以重溫我們精彩的節目的，記得要訂閱我們的 YouTube Channel 和贊好我們 Facebook 專頁、啊，你哋嘅支持對於我哋嚟講係非常之緊要嘅。如果想要支持我哋 MIHK.TV 持續發展嘅話，歡迎大家捐款嚟到我哋 MIHK.TV 持續發展基金啊！我哋咧就會製作更加多、更加多精彩同埋高質嘅節目俾大家噶啦～